就是韩国内战吗？嗯。奥斯卡卡萨吗？哦，对，韩国内战啊。Get ready for the next battle.沙星对上飞鸟，飞鸟是个、使用率我觉得没有这么高，比较低啊。不知道为什么他评价其实算比较低，可是我觉得也没这么弱啊，有点缺陷。当然跟其他的墙角比起来啊，当然当然。哎，又又被雪凡无刃脚，都是龙车制招。小段，哎呦，哎，哦哦，有点危险，跳踢漂亮。这个是延迟了一下的吃水龟跳踢啊，第二时间的跳踢啊。嗯。旁边叫哦，关瑞，下段不认脚，哦，漂亮，阿迪命中，哦，阿迪命中，看有没有带墙下去哦。哦，好像还有点，飞下去，下去。哦，这个，这个伤害计算。这个伤害计算也太强了吧，超级精密。Round two, fight. 哎，排长偷袭。就是侠信的那个小脚挡到距离很远，你骑上打不到，好强。有力。哦。哦，这个反应超好的。非常棒。再强。哎，跳背。跳背哦，一个背面 set 啊，初期不也跳背是，很难防啊，非常，尤其在比赛当中啊，真的，哦，漂亮，龙车，墙壁爆开，龙车这招来了吗？跳踢，哎，居然用摔雀板，鬼杀，漂亮啊。边缘，哦哦，压进，漂亮漂亮。Round four, fight。龙海是领先哦。对。双方中距离制招。小段。龙车制招的很优秀哦，非常强、啊、而且要雀反其实很难啊，对啊，没有第一时间反应到，时间就过了。而且他后面有派生，对啊，很危险。你可能想要冲过去打一下，鬼杀就来了，就吃到鬼杀，没错。跳踢 ，S， 哦，一个伤害连段，哇，一个挂出来啊，哇，一比零。王凯其实最近也是打得不错，最近成绩很好。侠信，以侠信来讲，侠信是期待太强了。对，期待的无印版超强。期待吗？超扯。对，很扯。他也是难得期待到 FR， 侠信被削弱之后还继续用侠信的。对啊，几乎没什么人在用侠信啊，很少了。被削弱啊。对啊，就比赛当中，大家总是希望用比较容易赢的角色。保罗吗？保罗还好啦。三拳封拳就结束也要打得到啊。好，现在场地换到大教堂，看谁可以把那边阳台用掉嘞。它是蛮宽广的一个场地的，而且底下要更大。哦，起上 S 改墙上墙，哎，加菜最大伤害啊，一发啊，糟糕！这个跳踢，啊，远远的跳踢被抓到了，下去哦，下去 ，S， 哦，太远了，太远了，双手截，截摔，下段，一发，哦啊，被等到了，被等到了，被发现，
可是他那个就算空阵，就算你蹲到他的硬直还是很短。对啊，有时候这种却不到。没错。哦，漂亮架手，鬼杀，下段，跳踢 ，S 上墙吗？继续接，最大伤害，下段。哦，自己换进角落，哎，换出来，都没去的招哦。嗯，没错。哦，有了，有了，有了。哎哎，接错，接错。是求安定还是接触？应该接触，因为要用起上左脚捞起来就可以继续连。哦，失误了。没错。跳踢漂亮。哦，刚刚那个跳踢刚刚闪掉很短。没错。上墙。最大伤害反条。反条没啦。哦，再一个右勾。哦，啊，滑铲捞起来用一脚。进角落了。哦，康特，哦，双方康特。不急啊，下段。哦，压进有了。没缺的中段哦。没错，那个压进很强，距离有点短了。哎，滑梯，滑梯，下段。上墙。上墙。一样，最大伤害。起攻，哎，哦，有点晚。换边了。啊，这个大缺啊！哦，有了。这个大缺哦，他应该是想说赌看看，你不懂。没错。都害了赛点。上摔没有得逞，解掉。哦，鬼杀来了。闪上段了。传家宝刀。哎，全部挡住，打断。双手抓结。哎，滑梯滑进去，下段。右勾护级，还好还好。哦哦，下手。挡神，还好还好没上墙。哎，解掉。指定摔了。嗯。阿迪。出完哎。哦，两个滑步之后没有做动作。哦，漂亮，当身哦，漂亮漂亮漂亮。罗海可能也没想到，没错，他想说一发结果就被架走架手，一比一。因为那个其实要反当身，一般来讲高阶玩家他们都会每一招都会一直按，一直按一直按，一直按，一直复合入力这样。因为那个看到就来不及，一定要先，没错，一定要先行入力。那是比较高阶的技巧，没错，技反技。看到场地是 Arena， 多角形。这个有机会可以撞两次墙的场地了。一比一哦。Fight。哦，上墙却完，手摔解掉。啊，一个右脚，右脚糟糕，然后赔上一堆血啊！好，跳踢漂亮，穿进墙角，开始一波进攻。哎，漂亮，等很久，这个忍住了，没错。哦，糟糕，带走喽，带走，有够多。哎，哦，开场跳踢啊！开场跳踢，哎，这也是一个选择啊。上墙，好，角落 rush， 下段，下段，你在立回哦。没错，因为侠信表示我血多。嗯，哎呀，糟糕，好痛！哦，鬼手落，啊，直接转到不可防御技，转到不能挡啊！哦，很讨厌啊。啊，哎呀，啊，这个硬直太扯了吧，就是会有这种时刻啊，这个硬直到底是多蹲到了就放相约还是没有勾到，
逼近两个。小心领先哦，小心赛点哦。再次来到楼海的赛点。哦，漂亮。哦，漂亮。哦，一个起上右脚右手啊。这样子血量应该差不多。哦，再一个跳踢。天啊，这个局啊，两个滑梯是假动作之后是跳踢。带走。恭喜刘海。刘海晋级。